孙杨，努力回报支持过我的人，孙杨是值得期待的。北京时间12月28日，孙杨获得媒体颁奖，他发布微博表示感谢。孙杨，作为一名体育人，还能继续为理想而努力奋斗，这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与信任，在未来，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，回报给每一个支持过我的人。孙杨是值得期待的，再次感谢大家。